来个早，现在现在咱食饱未吼？啊，有食吼，咱的生活中啊，咱需要这个粮草，啊，咱这就是水啊。咱大家组织啊，来让上帝来收拾咱天顶的粮食，和咱的灵魂能得着贵啊。而且呢，咱得着贵了了，咱来为主就有这个贵人来做伊的见证，来为伊见证。然后呢，咱们中间，咱嘛来行做一个学习，做咱一世人，咱们生活中，咱的学习，能在咱生活中实施，帮助咱这个来做出来，把咱身边的人，看出咱就是一个见证。咱做这个见证呢，咱将啊同时呢，能做一世人，咱们中间啊为主来见证，来作为生活中一些大大细细事的代志。因为主做咱的关系，所以咱就贵人来行做伊的精兵，咱就来唱这条我做伊道的精兵。Yeah.
今仔日伊袂合法，要抢这份甜品，会得咪就袂来亲自发难。只要咱谦卑来到原则前，只要咱谦卑咱的心胸，只要咱开展咱的双手，伊袂合法，伊就将这份珍贵的礼物放伫咱的脑海，放伫咱的心怀。只要咱保有基督耶稣的心，咱就当领受这份对圣灵依赖、奥妙、珍贵的礼物。即阵，咱就同心来领受，目睭是要听，耳孔是要听。
你的份，永远有福气。我嘛相信这条道路，永远不是袂后悔。咱即马大家甲目睭起来，来现在甲家己讲，我相信。太大声嘞！我相信，我相信阿爸非常听我。你的这条路是永远无改变的，你的真理是永远无改变的，阿妹。